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曾经羡慕那些站在舞台上的勇气，在21世纪，我也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在国际场合，我们互相交流学习，我们更彼此合作，把市场国际化，让客户也能全球布局。这个标志让人视野开阔，更具胆识，选择国际化的团队，勇敢走向世界舞台。Century 21，在科建学美语，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我们都在科建美语。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各位电视机观众，大家午安，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时间，我是何怀真哦。目前的大盘今天是呈现再度创了波段的新高点，哈，来到一个8787，创新高之后的一个稍作的拉回，但是哦，这边当下还在8700，最重要这边当下来讲，你要注意一下大盘的量能，今天是又开始放大到1300，也代表这人代表说这人气越来越热络，哈，但是这边你不要哈，有时候这个地方来讲，人气开始在上的时候，你要重点是把心要什么，要稍微有点要定一点。好，因为开始你会急，因为在之前你在低档没有跟上那边，你会急着去什么，会想去散弹，就是你会想乱追股票哈。这地方来讲，你常常这地方反而会什么让你赔钱哦。因为呢，有点像我跟你讲一句话，就是摸听装金条，你被杀了没半条。我就是说，所以这边为什么我在明天跟礼拜天，就礼拜六跟礼拜天要举办一个演讲会，要教你如何重新再一次给你机会，重新再选股。我要告诉你，这一档你要这一次的行情来讲，你今年要怎么样去做才可以赢之前你没赚到钱，要压对一档股票就可以了，可以轻松一辈子哈。这地方来讲，包括要教你怎么样再去找寻大力光，好，这一波来讲，大力光我从这一波的近期的二月二十号1200块左右，你愿意买的话，到现在都赚钱，尤其是南桥，所有你只要参与的人都什么，通通嘛赚钱。只是很多人都告诉我说，现在当下很多人打电话进来，甚至说哦，好可惜哦，我哪知呀，也去他贼都卖光光。但是我常常还是安慰这些我们的新会员，那来参加，我说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哦，最少你赚过钱就好了嘛。你有时赚过钱，那代表是什么？你有时要有什么代表说，一档股票人人在做，为什么电视机观众南桥你也有，你会卖掉？因为的确这种股票基本上它是很容易什么，大家好像看出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档股票，好，所以说你敢去投资它，但是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一档南桥，它可以近期一个月可以涨了30几%，35%左右，到现在来讲都还什么？今天实在严格讲，它开盘又有创新高，58.4，喷出啊！所以跟你讲说，有时候你在看到有些一些讯息的时候的解读。为什么在之前11月12日，有些跟你讲说，在去年的食安的问题之下，南桥呈现是一个被错杀。现在看起来，当然我没有错，因为什么还他一个公道，全部还他一个公道，而且什么再一度的创了一个去年以来的一个新高点，哦，一直持续什么再创新高，所以代表你仍然把那时候你不要去紧张，去把它保留下来，包括在低档。你敢买进的话，你都赢钱。但是对现在投资朋友最难的问题在说，法人常常有时候会在低档的时候，为什么要卖这么多股票？你怎么去检视是真的或假的？这地方的确，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要交给专业。最少我相信，你看我一定是你的朋友嘛，我一定站在你这边的嘛，否则我怎么敢跟你谈南桥有没有让你赚得到钱？但是难的地方是投资朋友，因为你常常怀疑别人，又很会都怀疑啊，因为惊嘛。常常恐惧，但到底是真的，到底假的？所以常常在怀疑这种，你浪费你的生命跟时间点。
所以我跟你讲说，如果你这个地方当下你不愿意，你如果这个地方心里这个地方还是很恐惧，你不要来演讲会哦。包括你这个地方一直看坏行情的，你不要来演讲会，因为这波行情不管大盘涨跟跌，它你只要选对一档股票，它的有很多股票像南桥一样。涨了一波，还有一波，就是它都有波段的获利的空间。你要去找寻这种股票怎么找？我这次演讲会公开的告诉你。好，毕竟我跟你讲，这个股票来讲，基本上是全新的标的的公开。那么来这个地方来讲，你再去追南桥也没意义嘛，对不对？你再去追大力光也没意义，包括大力光，尤其是大力光实在是高交易股，它都可以带领。去年来讲，你只要买大力光，到今年来讲，你只要抱着你人人参与都什么都赚钱，而且什么，它尤其它近期来讲，你喜欢操作高价股，2月24号你买了它，到现在来讲也是嘛，持续最少200块，就是说你那200万左右，100-200万去投资一张大力光，你可以赚20万回来。哪一档高价股近期有比大力光好做？没有嘛？除了近期大力光之后，我又跟你介绍一档2454的联发科，联发科也再度的创新高。好，我大力光创新高之后，接的就是联发科，这个都是好你看到吃到看到当下来讲都是送给你的。嗯，然后桌上的水果你拿去吃就好，你只是怕你不敢吃，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投资朋友有时候你很容易去在这边当下来讲都看到大盘的指数在高档区该怎么办，但是你发现到我跟你谈的股票有个很大的特色，我永远会告诉你相对的法人问清楚，这种股票才值得你重压，这种股票才是我要跟你谈的，你要压对一档股票，重压股票不是那么一直追高，不是一直追高，应该是说你的时间点你已经错过，让我你喜欢操作高价股，近期来找我，你就只买什么大力光，在3月4号左右。而且这边当下我也跟你讲，你错过大力光之后，我没有放弃你，是你自己不愿意把这个电话留下。有时候你这个地方当下来讲，我常跟你讲说，现在大盘来到8700点，你在赚钱比人在赚钱了，但是你要赚的速度要真的要跟得上大盘。就是你要跟得上人家那个有钱的速度，你才有办法把之前所赔的钱拼回来，不是只赚一点点，真的不是只赚一点。现在多少股票，都还大盘没创新高的时候，我跟你谈的股票哪一档没有波段的获利？最少没有50%，也有30%以上。每一档股票都是，而且都是一个月的时间做表，就什么，就有这种样的一个获利的空间。所以你如果真的好好仔细想，我每一档股票你要严格的规定自己，我一个月要让自己有赚30。就是100万要赚30万回，要30%左右。如果没有的话，代表你这个地方是落后的。那到时候大盘在做个整理的时候，代表你选的标的股就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值得你，因为你的股票基本上如果没有办法一个月赚个30%左右，那我请问你，你这样子的。如果你只赚一点点，说只有10%、5%各方面，说实在，这种赚一点点，说实在，你一旦代表你的股票选的不是真正什么，不是真正的一个趋势的主流股、强势股，你一定什么，等到大盘稍微修正回来，你一定要被剔除掉，又什么又被淘汰掉。这个地方当下来讲，大家在赚钱，有些人赚大钱，有人赚小钱，不是赚钱就好。你要知道说，你当下一定要把逻辑搞清楚，说你要怎么样利用这波的行情，把之前所赔的钱一次把它拼回来，唯有重点式的攻击，就像联发科。我今天跟你讲的联发科到今天有没有创新高？告捷安利恭喜股长，你也多了快30，也多了30块左右回去，这才是赚钱的速度。你赚钱要拼那个速度，要快很准，而且不是什么啊。等一下你又跟我说，老师联发科，你有的真的要续报，因为毕竟这档股票，我跟你讲说，它这次要涨到哪里？为什么我敢联发科？上一波来讲，在去年的6月26号，还记得吗？那时候大盘在7663，每个人也是下半，有人说要跌到7000点。我们在早上8:19就告知我们的会员，联发科就是本波的重点。那时候大盘从7668持续涨上去，也涨到一个8500左右。那时候的联发科在302块，而那一波你只要买对这档股票就好了，你只要买对这档就够了。因为去年大盘说实在它是很难操作，但是你一定要重点是在6月底的时候，你买对联发科这个地方来讲，你的下半年单这档股票，它带给你最少50%的空间，
好，你只要用爆，这才真的叫波段的获利。而后到年底十二月底，我要告诉你，这个地方来讲有新生的什么联发科，你就不要做追高。而后又一个有一档什么硕和给你做一个参与。到现在来讲，就算他今天，虽然今天严格来讲他也是创新，那种股票都回不去。但是在你在看到某些股票上，我一直跟你强调什么，你什么时间点来，都有一些新菜给你，你不要急着去追高一些你曾经在低档没有跟上股票，这样你也熟悉。反而在那边当下，我又特别把一些联发科告诉你，虽然你之前没有把联发科换到硕和的这个地方来，联发科你要开始，我要开始做切入的动作，你自己好，你看一点，讲一点，看一点。单单这档股票，说实在，近来这几天哪一个高教育比它更强？实际上严格讲来，就是它。包括今天大盘说实在再创新高，它跟着大盘本身，大盘它还是在四百，它最高来到481.5，到现在什么还在472块。硕和是今天严格讲是说是目前是黑盘嘞，大力光呢也是什么也是小跌，哪一档最强？我跟你谈的都是你当下来我来找我的时候，我都给你最强的股票。好，接着来讲，你手上如果真的这一张，恭喜你手上有联发科的，你想了解一下联发科这一波的目标到底到哪里？好，你可以来演讲会。好，这地方来讲，因为毕竟这边的白纸写黑字讲很清楚，大盘突破8668，领军股之一除了大力光就是联发科。联发科，好，所以联发科你要跟谁做？联发科是有钱的股票。好，你必须要把它创造一个什么？你要把联发科创造什么？联发科这种股票基本上是法人的最爱。为什么常常在操作联发科的过程里面，有些人嘛，等到法人买完之后再追高上去？我最少我敢勇于跟你分享，他整理完毕回撤的第二次买点。第一次买点的时候，我也跟你分享过302块。今年来讲，第一次，好，第一次规划联发科，所以你有特别跟上，会不会不小心这次联发科会呈现像去年一样，给你50%的获利的空间？我这段讲，我想你带了联发科到演讲会来就知道。那其实我们演讲会的地址，好，在广告有，好，包括这边当下呀，还有包括去演讲会，还要赠送你一档，好，一档新的全新的标的股，到底他是谁？好，到底他谁？不是大力光，不是南桥，你错过都没有关系。好，你不是同性恋，错过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样全新的标的的公开，希望你让我知道你人在哪里。好，那如果你没法去演讲会，这档股票你想跟上的话，你就什么？你把电话拨通，好，把你的资料留下来。等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要确定你要做动作，而且包括你确定要买对一档就够了。好，你才要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回来会跟你谈一谈哈，在下节目之后跟你谈一下，你也可以领先做规划的动作，因为毕竟现在是还不到一点嘛，然后等一下一点左右我下节目的时候，到底他是谁？因为常常我去办完演讲会，你也知道我的股票一旦在电视上打开的时候，不小心哦，都嘛是被我绕亏的哈，因为涨停板是常常有的，所以这边当下来讲，今天他还没有涨，我坦白跟你讲。还没有涨，它到底是谁？它是一张90几块的股票，我要送给你哈。所以你想想看，我这张股票连联发科我都可以告诉你，它什么地方是它一个周期性的买点的二次买点。近期的联发科到今天来讲，你就看得到，你这一次重点是买联发科，你一定太赚钱嘛。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每个时间点的来临都不一样。包括这去演讲会，这张股票也是我下礼拜的重点股。那你没法去演讲会，这张股票分享给你，领先让你做上车的动作。但是你确定你要把你的股票集中化，那你的资金不会带100-200万来跟我做就可以了哈。好的把握，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何老师收费讲座，买对一档就够了。3月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高雄西子湾饭店；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南天下饭店；3月9号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北首席会议中心。咨询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
Relax in your ecosystem. 免插电，不浪费水，除氯抑菌。凯撒 Is Water 抑菌输饮机，凯撒卫浴。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买对一档就够了。3月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高雄西子湾饭店；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南天下饭店。3月9号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北首席会议中心。咨询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美食暴走族，火锅上桌喽！别忘了爱滋味分解茶，降火气解油腻。火锅的好朋友，爱滋味分解茶。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又回我们这个单元哈，所以这边坦白跟大家讲，那这本演讲会对你相当的重要，因为毕竟这一两个月目前的大盘说，哇，老师呢，这个地方大盘是高点，不对，大盘现在还是今年的低点。好，你只要好好掌握这一波行情，你不要去羡慕2月5号你没跟上。很多人说，哦，2月5号真的好可惜，好冤枉。8250年、8230年的时候，你竟没有好好去看一下。我告诉你的硕和的第二次的买点，这是公开的，天天跟你讲，天天跟你讲，还跟你讲硕和。好，说出来，黑 K 棒只要跌破的时候，不要不小心给它出现一个红 K 棒，那个什么，你要重压啊。但有时候投资朋友就很哀怨，说啊，这张股票已经来到500块，从600块跌下来，是不是这个地方结束？什么叫结束？现在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很多股票实际上它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低档区。如果现在股票还在低档区，我给你扣肯，你不要做那个股票，带什么？最少你拿来给我检视一下，如果它真的是可以，我会告诉你。好，最少在当下你要找现在所有股票好的股票，今年真的会涨的一个股票，你只能去寻找它的二次买点。我只能这样跟你讲。那像这种股票，说是它二次买点出现之后，涨幅一波段不值得你跟上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来到750块了，可以了，硕和可以了。你了解我意思吗？它涨到哪里去？你不要那种贪心，说哎呀，之前我应该还要再买它。你在之前低档没有买这个地方，我跟你讲，我禁止你再买硕和。我可以再找一档像硕和在这种低档的股票给你，进来就介绍给你什么联发科。所以我跟你讲，说我这个人做人哦，还蛮善良的，虽然也不是我会员，我还蛮有良心的，告诉你。追高杀低就是散户朋友你赔钱最大的缘由。行情在涨，你不要只赚一点点，你要多赚一点，那是老天爷还给你的钱。你们有没有看你掉不掉？说哇，今晚都黄奕我自己操作。你既然之前自己操作都赔钱了，你怎么现在还有这个心情，还敢用这种以前那种老式的方式？你就想可以拼回那些钱吗？时代在改变。好，你一定要改变你之前的操作习性的错误，你才有办法去赚，有办法去把今年的行情的钱赚回来。因为今年说实在，很多股票不是大盘涨跟跌的道理。他说说一个月可以涨个50%，像硕和就是这样，一个月50几%。南桥这种股票没什么很特别的，什么产业结构没什么特别，就只是一个餐饮业，它可以涨到今天已经38%，58块。但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是演讲后我要告诉你，好，什么是南桥？回到这个南桥这个地方才是第一个出生段哦，你不要忘记，它实际上还没正式喷出。说你有的基本上，你如果卖掉的，不要垂心肝，我一定会再带你买回南桥来。但是我要它出现如同硕和这种二次的买点，好，会才会值得让你跟着。这样子说着，它的下一波的南桥，你一样会赚的。你这波南桥失掉不可惜，下一波的南桥，我邀请你，我要带你赚50%。我跟你讲真的，而且它时间会最短。但是你不要急着这地方，这个地方如果你一严格问我说南桥在干嘛，他在整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随便你相不相信。啊，老师现在是 key 啊，现在是热，它涨涨跌跌哦。如果你看涨跌，你就是市场上的输家。我不会看这个涨跌，那个对我来讲意涵一点意涵都没有。我看的是一个波段的获利。如果你要了解我的股票，包括最重要的是南桥，它有什么二次的买点出现，我一定会告知你的。今年的高点，那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是高？这个也绝对不是今年的高点，是你这个地方买下去，你没什么大利润了。我要给你的利润就是等南桥整理完毕之后，
要让你这样45度角喷出，好，就像硕和一样，这样子嘛，你才可以跟上。好，我们再看一档股票，我跟你谈的股票实际上都是一样，三星，还记得三星吗？这不过是演讲会上是在我们在过年前，哈，新春开红盘那天的2月4号的前一天，赶紧揪一个对不对？哦，这个行情不好，我准备哦，新春开红盘卖股票。那是演讲会，很多人都告诉我这个，我说不要卖，要加码买进，跌是一定会的，但是跌是你的机会，不相信。结果你就我现场送三星来，好像三星71.6买。单股会员，所以单股会员是赚最多，资金部位最小，但又高贵不贵。因为当下我有单股会员，你愿意集中火力一档做完再一档。你看，71.6，涨了一波，现在竟然又创新高了。今天也是在原则上要创新高。好，你看看这样值不值得？这个波段就值得，包括它的二次买点出现有，它竟然3月6号又出现一个二次的买点82.5。啊你说老师啊你啊我现在三星还可以进场吗？问题是我在进场82.5买在一个乏人问津处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电话留下来呢？所以我才说你要有诚意做动作，如果你没有诚意你不用打电话进来，因为这个地方说实在你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因为市场上说实在我又不是很多人都很怀疑别人，好像都变得很哀怨，好像觉得就虽然你不用去再重视一些很多那种小聪明的地方，你只要愿意开大门走正路，有诚就是诚意要什么要赚钱，你再把电话拨通哈。而且包括什么，我们也没有什么赠送什么，我知道市场上很多人在赠送你资料了哈。那个资料说实在，常常说人家有讲一句话，老人家讲一句话说，实在什么最贵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最贵的，你知道吗？最贵的是什么东西？最贵的就是免几名，就不要钱的东西最贵。赠送你的东西就是什么最贵的，人家会赠送给你，代表什么？不是便宜，那是最贵的东西。我跟你讲那种，我的会员都是一个价哈，什么一个价？就是所谓我们都是大都什么？我的会员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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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什么，这家比较便宜，那家比较便宜。我的会员值得在哪里？他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且他的一个品质是有保证的，所以他进来说实在，他就是来获利。好，你帮我看一下三星。好，你早期来买的时候在那边，第二次买点出现的时候，82.5。好，今天涨上去之后，他又稍作拉回。我跟你讲，你要跟上。好，就这样，我只能这样。那你说他会回来82.5，肯定不可能的、啊。那问题，他这张股票要涨到哪里去？演讲会告知你。好，这种股票说在二次买点出现了，好，你自己看着办。好，如果今天大盘真的不小心回来这边，是买不是卖，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好，这地方来讲，那接下来讲，像演讲会有一档全新的标的股，我要送给大家，包括五峰，你自己看一下。好，五峰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如果时间再重回一次，你会不会再嫌五峰太贵了？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你对一个产业面的结构不了解，包括国际观你没有的话，你赚钱不会很可观。好，这地方来讲，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说，在今年来讲。遍地是黄金，好，但是你不要挑到粪土，好，这个地方的确是个专业时代。你们说啊，那我自己做就好，因为行情在大多头，在大多头，很多人会怎么变成什么？会不杀啥？看得到，吃不到，赚不到，这贼，好，所以我想说，你要想要确定要赚波段的获利，你再来找我。如果你觉得说赚一点小钱就可以了，你看我的电视节目没有关系，我恭喜你，因为毕竟行情在创波段新高，应该你一定要赚到钱。那如果当下真的好，不是我在刺激你，你连当下你的股票都还在跌，那你一定要去找寻问专业，为什么我的股票还在跌？人家大盘是创新高，你股票连涨都不涨，还在套倒退溜，那这种股票基本上它到底出了什么结构上的问题？那是很可怕，你一定要适时的把它换掉。真正如同这种会涨的股票，虽然南桥是一种很普通的股票，人人都可以参，为什么它可以？为什么你手上有些成长股根本连动都不会动？对不对？这个地方就一来一往差很大，包括我跟你讲的所有的股票，都是什么？都是领先在，尤其演讲会对你很重要。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全新的标的，我一定，我知道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新菜，但是我要等它整理完毕，会赠送给我们的新会员，好的单股会员。所以不要紧，你来一档股票就要赚个波段，或你要有那种霸气。我最少要没有赚个50、100万，没有一个月赚个50万就已经夹闹亏，最少你要要求一下自己。赚30万，那你这样一年12个月存下来什么？代表你的100万的资金，
你的一年才有三倍数的一个获利的成长空间，这样才什么？才有办法把你之前的所赔的钱一次把它拼回来。好，我跟你谈的股票，而且我跟你谈的股票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普莱德，你也要把它带来演讲会哈。上次演讲会也，我知道我在电视上都有跟你公开过，你那时候笑他说哇很牛，但你有没有发觉到，结果普莱德是真的让你赚到钱的。普莱德进来吗？有没有来到50块？50.6哈，这档股票说实在，你哈，哎，我跟你讲说真的，我跟你常常讲的股票，说实在，你要他，我还要再买，还要再买。那他今年的爆发点在哪里？他今年到底他的一个真正开始要喷出的，像45度角喷出的时间点，什么时候正式会出现？这个地方来讲，它的一个很重要转折点在哪里？这个地方我当然演讲会告知。但最重要，今年真的是啊，它遍地是黄金，你不要去捡到粪土，因为很多股票就是粪土，你还是要勇敢的换哈。你要不要换？要换你就来演讲会找我哈。像宏达电就是换吧，你不换的话，我给他多少次机会给你，你不换它是永远没有机会的哈。这个地方你把它换掉，你人生是一片天。你就可以赚到波段的获利。这个地方来讲，今年说实在，你应该给自己下一个决定，你100万最少要到年底赚一个三倍数。好，那怎么赚？不要以为不行。今年如果你没有赚到三倍数，你财富重分配，你是在输家的。记住我的话哈。所以当下来讲，当然演讲会有档股票公开送给大家，也欢迎你采预约报名的动作。那我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人数有多少。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演讲会。祝大家超顺，演讲会见。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收费讲座，买对一档就够了。3月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高雄西子湾饭店；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南天下饭店；3月9号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北首席会议中心。咨询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工作压力大吗？变通乐，晚上吃有力，早上不便秘。Yes， 照顾好自己。中美变通乐荣获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买对一档就够了。3月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高雄西子湾饭店；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南天下饭店；3月9号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北首席会议中心，咨询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啊，好累哦，好饿哦，那就去贵族世家。幸福就在这一刻，贵族世家。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买对一档就够了。3月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